豪中，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的身价高达1400多亿，出行都是千万的豪车，而他是一名小马云，如今进军娱乐圈，出行百万的豪车，相比马云还是差了点。小马云本名范小琴，2008年出生在江西，因为家境贫困，所以幼儿园都没有上过。父亲年轻时被蛇咬后残疾，而奶奶83岁老年痴呆，结果因为长相和马云十分相似，一下子爆红网络。8岁的范小琴虽然不会和外人讲话，但是她凭借自己的长相就可以吸金无数了。之前还有传闻，老板开着价值300多万的豪车去赞助小马云。如今这位8岁的范小琴准备进军娱乐圈，出行的座驾乃是一辆价值百万的豪车 GMC 房车。据悉，该款豪车国内售价在158万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有一辆价值1100万的豪车顶配迈巴赫 62S。虽然范小琴座驾和马云相差甚远，但是进军娱乐圈后的他，不知道会不会在将来拥有上亿的身价呢？满满的青春活力，笑得自然，笑得开心，女神的气质遮都遮不住。据说赵薇到达当地后拍摄了一组户外写真，所以晒得有些黑。跟许晴同框时，赵薇的肤色明显比许晴黑了些。看完了上面的照片，是不是觉得除了许晴，赵薇还有不少的熟悉面孔呀？不少的网友留言说，这男的怎么有点像杨紫，那个男的不是杨紫吗？据悉，这些照片是2005年中国电影代表团去埃及参加开罗国际电影节的时候拍摄的。一起去参加电影节的除了许晴、赵薇，还有苗苗、石兰、杨紫、于东等人。所以看照片的男子像杨紫也不奇怪，因为那个人就是杨紫啦。